大家好，今天用的是亚克力板来打印我们的工作证和学生证。为什么用亚克力板呢？因为用亚克力板打出来的效果比较清晰，和还原度比较高。使用我们的彩白彩工艺，来打印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打印，看看打印效果出来如何。现在我们的工作证已经打出来了，色彩鲜艳，还原度比较高，清晰度还有反面。